把之前我送给你的东西都丢掉了。因为我要送更好的东西给我的女人。你的意思是？因为你可以为了独一无二的东西做赌注，而我也欣赏这样独一无二的女人。我一辈子可能拥有很多土地，但是要碰到一个有胆识的女人，还是第一个。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会为了一时好与不好而退缩的女人，你就像是另外一个我。朝南这个地方，我以后拿到它还有很多机会，但是我愿意用它来换你。你是说真的？我在你心里就那么不值得信任吗？你可能不知道，你是第一个骗我，却又让我心甘情愿的女人。恭喜你成为我的女人，也恭喜我自己能够拥有你。但是在公开我们两个的关系之前，我希望你能从朝南市场搬走。我的女人当然不可以住在那种地方，我会立刻安排好让你安顿，你很快就可以脱离那些贫穷地贱的地方，和那些居民也不会有任何的牵扯。当然我也希望从今以后你也不会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。我真的什么都不要。可是我们一定要这么做啊，因为我们已经把你当成我们朝南的一份子，没有人在家人生病的时候还会坐视不管的啦。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求回报、真心对人好这件事。当然有啊，那就是家人，像我们对。以后如果有你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除非你不想要，不然。朝南市场的人跟我都不会离开你，你可以决定要跟我们当一家人，也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要离开。决定的权利永远都在你手上。这双手应该好好被呵护。好了，就顺便一起庆祝吧，因为我也要离开了。胜利，胜利！因为出发要走了，胜利！天主主万祥，全要你。什么？你要离开了？对，其实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说，我跟一季集团的总裁严凯明是交往关系。
我们决定要同居，所以。我要搬出去了，祝福我们吧。严凯明，他不是我们朝南市场这块地的。哦，难怪你帮我们的时候都偷偷摸摸的不敢讲，原来哦，你是假挖来塞挖瓜。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说哦，你为了正义帮助我们哦，完全不管你那个男朋友的想法，你一定很为难哦。你什么时候离开？明天。干什么？请问小姐，啊，你不能再留一段时间了？这俗话有在讲了哈，水往低处流啊，人往高处走啊。当伊要卡伊的严凯明到底，这算讲真好康啦。我们应该要祝福他，不要留他啦。也对了。只希望楚麦小姐你有空啊，常回来看我们。当然。楚麦小姐，我早就想到了有这么一天，我也知道你心有所属，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如果某一天你在外面受了欺负，这里永远永远有属于你的位置。嘉豪，你说对不对？谢谢。明什么时候要走？一大早。效率这么高啊！严凯明的车子会来接我。那你去哪儿？他帮我安排了新家。
所以他决定要跟你交往了。那他打算要跟你公开吗？还是只想进入长交？他之所以还没有公开，是因为我还住在这里。那你，你知道，身为一个房客，如果不想要续租的话，要提早告诉房东。哎，我刚刚有跟你们说啊。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说嘛。你看你房还像狗窝一样，墙壁贴的乱七八糟，如果这撕掉壁纸弄坏怎么办？而且你垃圾也没有倒，我保证你冰箱也没有清，衣服也挂那么多，衣架都快歪了。你要怎么租给下一个房客嘛？而且你不要忘了，你的押金费还在我们这儿。我本来就没有想拿回押金啊，那个，就当我这段时间付给你们的房租好了。谁要你的押金？我偏偏就要还。你现在生气，是身为房东，还是身为一个男人？我没有生。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觉得太突然了。你不是叫我姐不要收你房租吗？你不是要跟我们一起庆祝市场能够经营下去？可是我搬走不是很好吗？我还记得我第一天搬来的时候，你要我快走快好。本来我可以住在这里这么久，已经是意外啦。而且现在朝南胜利，我跟严凯明又修成正果，我们大家各自都过得那么好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地方啊？你说的对，这样很好，我很开心。走吧。把它拿掉吧，免得被人误会，尤其是你现在的身份。那就现在拿掉吧，速战速决。好，速战速决。行李被送走，钥匙我会放着。一定要来这一段吗？我知道你要搬走了，可是你又不是没有我的电话号码，你也答应过Leo哥，你有空还会回来啊。我不会再回来了。
过他，以后不会再跟你们见面了。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我只是回到我的世界。明天我走了以后，我想，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吧。为什么连朋友都不能做？等我正式跟严凯明交往，就是媒体追逐的对象。我已经是那样身份的人了，当然会有很多限制。我要顾虑自己的形象，你要顾虑他的想法。对不起。干嘛要说对不起？如果这是你要的。有一天，严凯明也会送你一副手环，他应该不会这么朴素，你一定会很开心把它戴上，而且也不希望把它摘下来。
吗？沈巍设计这个手环，是给热恋中的恋人，让他们遵守对彼此的承诺，永远不分开。没想到我们分开了，又遇见，遇见了，现在却又要分开。就是送给你的那个。比其他部分，不然你怎么会昏头到问我这种问题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因为你变了。经过这么多之后，你帮了我们之后，更何况我知道你真的不是一个那么现实的人。我再提醒你最后一次，我就是这么现实的人。所以你要努力啊，如果下一次你跟我告白的话，还是一样是一个小学生的音乐家教老师的话，我可能会连开场白的时间都不会给你。追我的人那么多，我只会为年薪1000万以上的人停下来。我先喝多了，有点醉，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。我
我怎么可以忘记？哪一天林楚曼不拜金的话，地球就到这种。在赌，一场球赛，对，就是那个刚果共和国跟斯瓦季兰的球赛，好精彩！这两个国家真的有参赛吗？不是去年就已经比完了吗？我就说嘛，我第一辈子追不到女神了。哎，看干官的哈！蔡家豪，我看错你了，想不到你不如我，一句潇洒也就算了，连告白都输我。蔡家豪，来，喝，自己倒。楚曼小姐，既然你明月就要离开了。不如跟我喝杯加杯酒，做个纪念如何？走走。好了，大家一起喝，大家一起喝。陆楚曼小姐今天买回来的酒啊，我们都要喝完，好不好？不醉不归。对对对，好，好了好了。那我们来敬楚曼小姐了哈。好。楚曼小姐，我们敬你。前途光明啊，前途光明，鹏程万里了。对，鹏程万里。恰恰好，大姐，大家一起喝吧哈，大家一起喝，大家喝，大家喝，来。
楚曼小姐，这里是总裁帮你安排的住处，你看一下还需要什么，你随时补上。哎，宝贝，你住在这个环境我就放心多了。哼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跟狗仔解释你为什么要住那个菜市场。看来我今天这瓶是带对了。将来我去开酒庆祝你入住新居。Sorry， 请问一下那个厨房在哪里？在那边。Okay, thank you。总裁有交代，这些花每天都会派专人来帮你更换。除此之外，总裁也帮你准备用车的停车场，还有被一名司机给楚曼小姐。这间公寓，难不成也是严总特地买下来给我住的？楚曼小姐放心，这不是买的。那就好，能帮我租下来啊，我现在已经够开心了。也不是，这栋大楼本来就是总裁盖的。怎么了？我找房也需要用租的吗？总裁，我想想去吧。我真可笑，突然忘记你在房地产界的地位，可惜一时间你帮我安排那么多，太不好意思了。作为我的女人，这些只不过是最基本的待遇。我们现在已经是不同的关系，你要尽快习惯。你的手环没了。哦，对呀，坏了。坏了？你确定你要跟我说谎？我觉得我跟你之间不应该有任何隐瞒吧。这个是蔡家豪之前送给我的，也就是朝南市场那个拉小提琴的。打从第一天我看见你跟那个提琴手互动，一直到了今天，我想再盲目的人也能看出你们两个不单纯了。我把手环还给他，就是想跟他说清楚，我们只是朋友。其实我可以什么都不过问，你跟我之间只不过是一场交易吧。我的财富换来你的聪明与美貌，至于你心里想什么，好像不重要。是认真的。我喜欢你跟所有其他男的都切干净，瑕疵品会让人很不舒服。找你的时间很不一定，你好好休息一下。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严总那个火热的眼神呢？哇，还有他给你的这一切 ，Oh my god， 宝贝，我真的好替你高兴哦。跟这种人交往，就像戴了一条价值几亿的钻石项链，高兴归高兴，可还是绑了一条昂贵的压力在脖子上，完全不能松懈。嗯哼，这也是你为什么要跟朝南市场切干净的原因吧？
是啊，我跟他们都已经过去了。凯明主动送屋与模特儿林楚，你忘了？为了怕佳敖哦触名伤情，以后哦都不能在他面前讲楚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没有啊，我们没聊什么啊。姐，你不知道你讲话很大声吗？我刚才明明听到你们在讲楚曼的名字。是什么楚曼啊？我们是在讲说那个男女相处慢慢来比较好。哎，对，我们是在讲那个男女相处慢慢来比较好。对。你们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吗？来吗？你后面的杂志我已经看过了。姐，早上的菜我已经帮你搬完了。而且现在因为教师因为每个礼拜只有两堂课，然后现在是婚礼的淡季，所以找不到太多工作。我打算要去饭店拉小提琴打工，一方面可以练琴，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赚到钱，说不定也可以碰到什么机会啊。我要走了。都这么忙了，还去饭店打工哦？怎么失恋让他变得更积极呀？哪呢啦？第一次起跑，难免会这样，还没习惯我对你的方式。还好，毕竟你是严总。其实你不用感觉跟他很生疏，他就跟你一样有很丰富的感情，他们一样会觉得高兴不高兴，悲伤信任不信任，甚至是妒忌。原来马也是这么有人性的。我说的是我们，我觉得你只对我很生疏。严总，早就说过了，人跟马一样，都是需要敞开心胸，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。他叫 Terry， 是用我的英文名字命名的。我希望你以后也能够这样称呼我。Terry， 这样有觉得距离拉近了吗？当然还不够。因为你是我选上的伴侣。
两件我都要了，还有没有别的新款？有的，您稍等一下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仿佛真正戴上了女王的皇冠，真的变成了女王。